记者冯印宁综合报道，日前刚满17岁的日本青春女星八木莉可子连庄担任宝矿力女神。上月她领住4348名高中生一起在日本东京都立川市昭和纪念公园取景拍摄广告。拍摄当日气温高达30度，八木莉可子元气满满的又唱又跳。想要打破金氏世界纪录，八木莉可子是名模水原希子师妹，前年开始就担任宝矿力代言人，也是近年最长命的宝矿力女神。清纯有气质又具备观众缘的八木可莉子，近来参加了电影《去吧拉拉兵团》演出，又拍 TBS 新剧，饰演女主角土屋太凤同班好友，看来星途一路顺畅。八木可莉子因清新形象成为最长命的宝矿力女神。翻摄自 YouTube， 八木可莉子日前才刚满17岁。翻摄自 YouTube， 八木可莉子与4348名高中生一同拍广告。翻摄自 YouTube， 相关影片取自 iLoveTube， 如遭移除敬请见谅。